众所周知，宋亚轩是个妈妈的好儿子，是个爱豆，是个学生，他还是我的生日。我是大壁虎，我是傻子，我是神经病，我是大笨猪，把我的助理花了。我是禽兽，我是猛兽，我没有社恐，我没有社恐。亚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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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你的牙为什么可以长？哎呀！